我老公在路边花40一斤买的六月黄，没想到这么肥。又到了螃蟹满地爬的季节了。哎呀，死了啊！都没一晚上都没有活性有些人买螃蟹10次有9次上当，而且当当不重样。这不缓过来了这螃蟹、啊？倒点盐，先杀杀菌哈、啊，我把它清干净。螃蟹身上有脏东西，它底下也不是脏，你看到没？是锈，看到没有？这螃蟹壳生锈了，要换壳的这些。嗯。几点了？王同学该起床了吧？赶紧喊呀！王同学，起床了。快起来！起吃螃蟹。那回去应该睡一会儿吧？螃蟹还得一会儿。好。螃蟹大概还得1.5小时。你看咱的房子抓紧弄好了，王同学也不用睡沙发了。这沙发睡不下了，快。对，小时候睡沙发还行，2年的功夫长太快了，你们那沙发睡不下了。大佬被摔倒了。烦死了。烦不烦的吧？上午啊，上午不行，不用上午。今天油炸大闸蟹。这个香煎大闸蟹呢要多放点油。我这个铁锅也生锈了，你看吗？最近没做饭。铁锅没有不生锈的。先把咱们的螃蟹一分为二。不老实。我的妈。都是黄。淀粉，下锅。先把它煎黄了。螃蟹煎黄之后腌盛出来备用。嗯。那这个锅呢，炸一下。我喜欢拿蒜调味儿。剩的螃蟹我准备再清蒸一锅。好。里边一边蒸着，我一边炒就行了。再放上点红辣椒就更好看了。但是王同学不吃，我也不吃。那就别放了。今天就不放辣椒了，好吧？好。把刚才煎好的螃蟹倒进去。一罐啤酒。放上点盐。哎，真香。快点盖。有个小猫馋的咽口水喽。屋里那锅蒸的也香了。哎呀，乖，得起来了，找筷子洗洗脸再开吃，是吧？来，清蒸大闸蟹来了啊！哟，开吃吧。啊，谢谢。慢的，来。还是那样香煎的吃有味儿，漂亮不漂亮？嗯。你看还是蛮肥的，看到没有？嗯，有膏，有黄。嗯。